假如我成为了现实中的超级富豪，超级富豪玩游戏那当然要充钱了。咱们先充1亿的小目标，看看整个背包都是人民币，一叠钞票就是64万，这可都是游戏里的通用货币。作为一名超级富豪，我将使用超能力通关迷你世界。你们觉得我要花费多长时间才能通关呢？虽然我已经很富了，但是浅入一下数吧。啊，手好酸，这一下就掉了3个点的体力，我怎么能掉体力呢？你在点什么吃？你了，老牛，看我的夏令星工厂，搞定！用前队的篝火车来烤肉吃，这香气飘飘的，真好吃。说到这点烤肉，好像不够吃啊。有了，我决定了，谁愿意献出自己的肉肉，马上就能获得100万。我的天，什么情况？方圆几十米的动物都冲过来了。数一数，这里少说有十几只吧，起码花掉了我上千万，钱给你们命拿来吧。累死我了，熬了15，现在去靠武器装备了。要是做武器装备还要下矿。我连稿子都还没有呢，不想下矿怎么办？全新装备出售了，先到先得。全新装备出售，在哪呢？在哪呢？哇塞，一人手上居然有太监战斧，一人，这武器我买了，100万怎么样？100万就想买我的装备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等等，100万。没错，100万，好好考虑一下，要是不够就乘以二。我数学不好，你等我算一算。一个手指头乘以2变成了20000，怎么才20000？你是不是嫌我数学不好？错了，是200万，都在这了，给你。原来是200万，拿去，装备都给你了。哦，原来富豪一掷千金的感觉这么爽，直接就有太监套装了，美滋滋。虽然现在有了武器装备，但是还没找到火山，那就打不了虚空幻影，通关不了生存呀。JJ， 一直往北的反方向走，你就能找到火山了。哦，一直往北的反方向走，怎么走到一个头原来了？小猪，你知道火山往哪儿走吗？你猜猜，小猪，听说你是个超级富豪，只要你给我200万，我就带你去火山。200万太少了，我先给你们一人200万。谢谢，带我找到火山，我就再给谁1000万，怎么样？这猪咋回事？驮着我就跑起来了。那你慢点，我晕车了。感觉我的魂都没跟上来，不过总算到火山了。召唤材料都有了，直接把虚空幻影召唤出来。虚空幻影你好了，我是超级富豪，我给你1亿，你想办法进狗蛋。收到。我的天，虚空幻影居然直接躺平了，果然超级富豪都是不需要自己动手打怪的。机操物料，还没通关呢。虚空猛还没打死，虚空猛厅长，再给你1亿，你也自己想办法狗蛋吧。我可是最强 boss 啊，你以为我会为了那1亿屈从于你吗？不可能。什么？1亿还不愿意？但是没办法了。哎，是迷你娃娃，我收购你们的迷你世界游戏，麻烦你们把虚空幻影删除一下，让我通关。好的，祝你游戏愉快，老板再见。什么？这不可能。超级富豪玩游戏就是这么没有体验感，干干乱杀，才玩了2分钟不到就通关迷你世界了。有钱真好，姐姐，这回你肯定是迷你世界最快通关生存的人了。